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1年3月10日，旧历的2月7日，礼拜四。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苏贞昌争取地方创新计划，希望中央挹注经费，予地方发展观光。已经交通部观光局、农林署、水保局各发挥，特别前往会勘，实地了解着相关的计划。所在幼儿园的游乐设施自创园到今已经用10多年了，为着提升幼儿安全，乡公所是开150万重新来改建，预计9月份来完工。教育部体育署101年学年度国小世界杯骹球竞赛，彰化县的预选赛连续7天伫咧鹿港骹球工业园区举行，44队男女骹球队拢来参加，竞争真激烈。好，来乡亲啊，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为着提升着地方的观光旅游发展以及道路建设需求，秀水乡真努力伫咧争取着地方的创新计划。交通部观光局、农林署、水保局各发挥力量，嘛专工前往会勘，实地了解着相关的计划。乡长林英刚嘛来提出着繁华路观光环境强化构想，希望中央会当挹注经费，予地方发展观光，替秀水乡带来新商机。乡长林明佳是带着交通部观光局、农林署、水保局发挥等等，来到江莲牧场体验饲林牛的趣味。另外，佫来到富裕养蚕，感受手工制伞。今年秀水乡公所暗设要将繁华路周边的店家串联成观光导览路线，也来提出地方创新计划案。主要是这次会勘，主要是我们之前提的地方创生，我们所推的地方创生，包括刚才副县长讲的哈，我们这个龙等公园这个人本这个环境计划的这个推行，以及我们石口排水两侧的这个防汛道路哈，还有我们的观光产业，还有我们秀水乡的这个落农产业哈。今天特别感谢我们中央以及我们彰化县政府所有的长官今天共同的参与这个会勘的计划，希望我们中央以及我们县府可以一起来协助，来帮助我们地方的一个创生，一个这个建设。副馆长林登虎表示，地方创新就是协助资源较欠缺的地区，形成再生力量，发掘地方的魅力，发展地方产业，同时也来促进青年返乡。秀水的龙塘公园，那这我们斜对面就是我们秀水非常有名的议员古厝，也是我们的国定古迹。那这边呢，有很好的环境。我们希望透过地方创生的计划，把这附近的环境加强。那另外呢，能够把这个景点这个串联起来，然后发展地方的观光产业，然后也借这个机会，把我们很多的这个秀水的地方性的产业，譬如这个乳牛事业等等啊，把它振兴起来，这样整合串联这个在地的产业，我想这个是绝对有重大的帮助，而且是重大的改变。啊，这做起来，少年看到伊都讲啊，嘛不会都爱去台北赚钱啊，底下都在赚钱啊。你会做馒头，会做面包，会做是或咖啡啦，啥行拢会使。台湾面临少子化和高龄化，城乡的差距是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秀水乡公所希望透过政府资源和地方串联，发展地市产业，让人才留在地方，也让地方创新遍及秀水乡，替秀水创造新商机。在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好，继续来看到山西幼儿园的游乐设施自创园到今已经使用10多年了，为了提升到幼儿的游乐安全，加上现行法令的规定，山西乡公所是来编列到150万的经费，将重新来改建幼儿园的游戏区，预计今年的9月份会当来完工。
在游乐设施佚佗是沙西幼儿园活动上喜欢的所在，但是这座游乐设施已经使用十几年了，加上现行法令有新的规定，所以公所特别编了150万的经费，要来重建幼儿园的游乐区。那么因为现行的法令规定他们那个标准有重新制定，那么有一些那个跟相关的法规不太一样，那么我们政府也有编列预算来补助我们这些幼儿园还有其他的公共设施这些游戏场能够改善计划。那么最主要的还是顾及到我们幼儿园的安全，在我们游戏场在这边游玩的时候能够提升我们更加的安全的计划。游公所这边编列150万来改善我们幼儿园的游戏场，那也感谢乡长能够让我们将游戏场改善得更安全，让孩子玩得更快乐。我们这次的工期是从3月9号到9月30号为止，所以这段期间我们也有跟家长说，因为游戏场改善工程的关系会影响到孩子的出路，所以家长很愿意配合在从北门进出口，所以也谢谢家长的配合。沙西乡长苏伟俊10号上午出席幼儿园设施改建动工典礼，工程预计半年时间，在九月新学年度开学时阵第一档完工，让乡里幼儿园的活动会当安心佚佗。大中华新闻叶芳吴沙西彩虹报道。还继续来关心地方安全的问题。画面当中，这个河美礁安处排水天山一河桥的所在，当地民众是向管理员林宗翰来顶情，讲遮哦工厂起真济大货车，常伫咧遮出出入入，但是桥面转弯的河那较多，煞乎大货车、小货车真歹通行，希望会当来拓宽着路面转弯的角度。河美中河路754巷铁山一号桥，当地民众反映，这个地区的工厂真多，所以拢是大货车咧出出入入。但是桥要挖角的所在，将近直角，大货车要转弯细角，真歹处理。要挖角，大台车要挖，拢真90度挖都挖袂过，所以有时要讲拓宽改善。桥的那个两面吼无限水，就属于讲咱这个货柜车吼会出入，吼直接无水上的无方便。啊，今仔经过咱民众的顶情吼，咱今仔日吼会同这个管户吼来个想办法吼，啊看嘛我都甲这个桥面甲限制啊脆的吼，或者行人吼以及行车吼，大家较安全。关于万林中汉接到定情10号上午会同管护干部处人员到现场会勘，研究拓宽路面转弯的角度，来提升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台中华新闻叶芳吴何美彩虹报道。在林溪路本用院，在咧国文团总团长陈志迪的协助之下，头一届在咧彰化市举办爱心义卖，公告了后，做回来了解。各位乡亲啊，赶紧来彰化摕好康！即日起来彰化消费，只要伫彰化消费满200元，登录活动网站就可以获得一个抽奖序号，有电动机车、青年住宅，还有总价千万的奖金等着你哦！欢迎大家来彰化佚佗，开钱上会好。中华南苗疆人一年大马士本港进修，国历3月13日早起7点起驾，3月18日下晡回銮彰化市区。南苗疆邀请乡亲带着彰化马，做回来绕境。
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也是旧历的二月初九。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哦，讲在正南方，好时是早起在一点到下晡的一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运动消息来看，教育部体育署百一学年度国小世界杯骹球竞赛，彰化县预选赛连续七天，伫咧鹿港骹球工业园区举行。即届哦，咱彰化县总共有44队男女的骹球队报名参加，竞争是真激烈咯。最后男女各组将分别出三队进入全国的总决赛。110学年度国小骹球世界杯，即届总共有44队伍参与，每一间学校拢派出家己上届厉害选手，要来拼出上好的成绩。已经学了三年的足球队。然后我们今天在比赛，我们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在国小我们学了进攻还有防守，然后可以希望可以让我们入国小可以争取更好的成绩。我们已经练足球了三年多了，那今天我们比赛前我们做了很多动作，有包括防守和进攻。然后今天很高兴能来这里比赛，那我们比赛刚刚比的时候是赢的，也谢谢很多队友的帮忙，也要谢谢教练。咱彰化县体育会骹球委员会也真努力，找资源给囡仔学习专业骹球，未来也继续努力骹球运动推广，让咱彰化囡仔甲国际接轨。体育署来主办，那先由各县市来做预赛的承办，那取决于哈我们报名的队数啊。那我们彰化县的报名队数，男生总共有29队，女生有15队。那我们各取男女各取前三名，来参加全国的复赛跟决赛。那我们在今年彰化县我们的球队又比往年增加了非常的多，那也比我们邻近的台中市。我们大台中还要多的对数，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贺的现象，逐渐我们彰化县的足球有正在蓬勃发展的一个迹象。那在我们的推动之下，我们学校的单位也足够跟我们配合，那也成立了球队，有成立了很多的队伍，所以在今年我们可说是非常的热闹。那小朋友他们在比赛中他们都非常的快乐。那我们的赛事也将高达有一周七天的一个比赛所以说这几天下来，我们都看到小朋友他们都很努力很努力的在这个运动场上来做比赛也看到他们在跑动中能够让他们身体能够更强壮这是非常很好的一个现象。骹球比赛希望创造属于咱彰化县的国小校园骹球文化加骹球运动风气。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彩虹报道。好，过来是充满爱心的活动，帮助希罗保养院张无身心障碍医生的生活照顾费用。李林希罗保养院伫咧顾问团创团长陈志迪的协助之下，头一届来到彰化市举办爱心义卖。除了希罗水饺以外，李林农会以及大城农会嘛拢响应赞助在地农特产品，加入爱心义卖行列。爱心在这里，把你的爱心放在喜乐这边。在麦氏家门市门口义卖，喜乐保育院的志工已经招好来采购民众，未少善心人士一口气买了几十包的喜乐水饺。哦，这迄个变个看食无紧的，要
要起来送人的啦，送人啦，唔再起来买啊。全力协助这场爱心义卖，麦氏家董事表示，本身是李林人，为了延续喜乐保养院创办人的博爱精神，来创立喜乐顾问团，嘛真感谢有超过300多位中小企业做加入。也非常感谢我们中部这些中小企业主，差不多有300多位哈，来去支持我们这个喜乐顾问团啊。有这个这次的义卖机会，也是二元喜乐保彦的第一次在我们北彰化的第一次举办义卖活动。啊，我邀请很多中小企业主的朋友，大家来做善心啊，来支持喜乐保彦。喜乐保育院的院长讲，目前收容照顾240位身心障碍移民，虽然政府有补助，不过大部分拢需要家己筹募。头一届来彰化市举办义卖，看到这么多善心人士的慷慨，是感觉足甘心。让我们的服务没有中断，所以非常感谢陈董他愿意好这样的一个行善、公益、行善的心，来帮助我们喜乐共同照顾我们的这些大小老憨儿。真的是非常感谢，所以今天第一次在这边义卖，也希望咱的当地的、咱在地的北彰的社会大众也可以一起来购买我们的一些的产品我们的喜乐水饺。但董事长强调，麦氏家伫咧台中、彰化甲园林有真侪分店，头一届伫店门口办义卖，效果袂歹，未来若有需要，就继续办落去。大众新闻中上彰化彩虹报道。政治消息来看，民进党彰化县议会党团依照往例，伫咧年初选出新的党团三长。伫咧任期的最后一年，是由赖泽民来担任党团的总召。由于今年底就要来改选后一届县议员，赖泽民是来表示，民进党团的运作未因为是选举年来放松，同款会来反映民意监督管政。前两年因为疫情取消党团三长交接典礼，在这届议员的最后一年，民进党彰化县议会党团真隆重来举办党团三长交接典礼。新任党团总召一人表示，今年是选举年，不过民进党团也是正常运作，继续欢迎民意监督管政。大家拢讲讲选举年的时阵，咱的议员拢会伫地方伫拍拼经营，但是咱希望讲，咱伫咱选举年这年，嘛要发挥咱伫议会监督的力量。让彰化县会当好，搁较好让咱的彰化县未来吼会当讲，让民众感受到咱民进党伫咱的地方这边遮有发挥，咱监督的力量。特别，明年是我们彰化建成300周年，这个关键的时刻今年的彰化的县政还有议会的角色都非常的重要。县议会议长谢登林也讲，过去民进党团在干部的努力之下，一直有很好的表现。相信新的党团三长就任了后，也同款会有好的表现。那在新接任的赖泽民赖总召哈，还有我们的副总召跟干事长的接任之下，也希望民进党团的运作持续哈顺利哈，然后我们来理性监督哈，然后继续支持县政，让我们彰化县能往前。跨出一步哈，因为民进党伫咧彰化县长选举的提名作业一直无啥进度，专工来彰化主持党团三长交接典礼的前交通部长，伫咧会后嘛讲，身为选对会成员，提名爱在地优先，必须基层经验有民意基础。大量新闻中向彰化采访报道。上西乡公所为着彰显婚姻变形的怀旧风光，这礼拜拜六甲礼拜假日两天，要来举办怀旧上西到店来佚佗的活动。休喘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美。目前陆续核准家用 COVID-19 检验试剂产品，民众可以到药局、药妆店等合法通路购买。购买时注意外盒的防疫专案核准字号、效期。使用前详阅说明书，并洗净双手进行裁剪。裁剪后将以使用的裁剪试纸及试剂用塑胶袋密封包好，居家隔离或检疫者。裁剪结果如果是阳性，请联系当地卫生局或拨1922。
其他民众采检如果是阳性，请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尽快到社区采检院所检测，并携带塑胶袋密封的采检器材给院所人员。采检结果如果是阴性，塑胶袋密封的采检器材宜搬垃圾处理，并遵循防疫规范，持续自我健康管理。专业盗播电视频道是典型网络犯罪，购买盗版盒等同助长网络犯罪行为。力挺刑事警察局禁频专案，打击盗版非法行为。只要检举成功，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可获得奖金10000元。支持禁频专案，全力扫荡非法 OTT 机上盒。在香港所为着要来彰显着粉叶平野的花菇风光，这礼拜拜六甲礼拜两天要来举办花菇散赛斗阵来佚佗的活动。到时阵现场会有各色的动员、花菇市集、美食甲民歌演唱等丰富多元的节目，邀请乡亲哦，这回来去粉叶平野参与花菇的飨宴。所在香港所为了彰显粉叶平野的花菇风情，准备伫12号和13号两天，伫粉叶平野办理花菇散赛斗阵来佚佗的活动。乡长苏伟俊想起古诗歌，唱起民歌，邀请大家来参加。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啊，我们举办了这个活动哈，我们晚上还有我们怀旧音乐。那么希望大家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各位乡亲都可以晚上到这边来。那么在今年的3月12号、13号来举办我们怀旧县溪大家到顶来去投的这样子的活动。那么我们活动的内容主要是也是针对我们这乡下要比较复古的一些文创的商品，还有一些复古的童玩。那么还有我们很多有怀旧的市集旧物的市集，那么还有我们怀旧的商品那么怀旧的童玩等等。那希望说让小朋友还有我们家长能够有一个亲子的活动到这边来参与。沙西粉叶平野是当地重要的文化景观，充满军事和在地浓情的怀旧风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朝圣翕相。这届公所规划各种的童玩市集等活动，让亲子家庭会当重温当时的时光。乡长苏伟俊指出，即卖囡仔拢会耍战斗陀螺，甲较早拍干露无共款，也希望借着即届活动，会当介绍一寡古早佚佗物啊，互因熟悉，也来唤起大人少年时阵的记忆。怀旧献诗。大中华新闻叶宏武，沙西彩虹报道。好，过来来看，位置咧彰化市东区八卦山的石牌溪，有一条真隐秘的步道。早期哦，讲是石牌溪通往彰化银行山的通道，荒废几啊年了后，彰化市公所是来透过着立法委员黄秀峰向中央争取经费，讲这个第一期的工程预算950万已经来完工了。说得来，阁有第二期的工程，目前哦，这条步道已经会当让乡亲真轻松来到这进行探访着秘境之美。看起来亲像是山顶的野溪，事实上，这条步道是古早石牌溪要通往彰化银行山的主要通路。早期在50几年前呢，是银行山出来彰南路唯一的一条道路，但是这条路已经荒废超过50年以上啊！所以讲，因为这条它这条路这条步道呢，如果开发出来，甲开垦出来哦，对。阮石牌社区一定有足大的帮助。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这条步道有真丰富的自然生态，就任市长了后，就真积极要让这条步道成为彰化市上重要的观光路线，吸引外地人来彰化市体验世外桃源的感觉。当年我来的时阵，已经我上任差不多一个月来，我就来这探险了吼。
啊，迄当年礼拜节拢完全未通啦，拢砍掉诶。那我们看到非常惊艳，因为我们是学生态出身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啊得天独厚，非常具有啊开发的那个观光的价值。好，你伫家你也感觉有几个优点吼，第一个，分多金很多。也不会很清楚。协助争取经费的立委黄秀芳指出，投入建设了后，最困难的就是后续的维护，就摆开清水生态报道未来维护，也阁需要公所甲当地社区来费心。第一期950，第二期是900，所以一家嘛投入1000多哈，啊，我刚刚后续维护更是重要了哈，所以我拄好在跟李署长讲哈，这李署长以后重责大任，可是就是社区大家共同营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也嘛是社区哈，大家一旦做会啊，把这个步道哈营造的好，或者是把它维护好。目前石牌坑清水生态报道已经完成第一期工程，接下来还有二期工程要继续进行。第四工的同时，唔来袂影响生态，佫较袂影响品种，来只享受山拿毕竟之美。大专新闻张向雄话，彩虹报道。来关心客户个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145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18.8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27.5元，中价20.1元，下价12.5元。各类菜上价20.8元，中价14.2元，下价8.5元。刺果啊上价55元，中价44.6元，下价34元。番薯上价20元，中价18元，下价13元。花菜上价31.6元，中价28.3元，下价21.4元。鸡娘菜上价40元，中价27元，下价17.5元。包心皮上价14.8元，中价11.8元，下价7.6元。葱头上价26.7元，中价20.1元，下价11.2元。菜头上价10.6元，中价7.8元，下价5.6元。白菜上价30元，中价23.1元，下价15.5元。白菱上价52.3元，中价38.8元，下价22.5元。青菜上价83.4元，中价61.8元，下价40.5元。环境风场吹屏东风，西半部地区伫咧北方的所在，酷暑条件较差。中部、云嘉南、甲高雄、屏东的空气品质拢是感觉少，天气的等级。另外伫咧天气方面，预告日时高温哦，全台湾拢伫咧25度至26度左右。但是到了暗时，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哦，中部以北甲宜兰、花莲地区会较冷淡薄啊，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会差袂10度左右。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
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